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大革命》。好啦，点数都用完了。强力攻击，看一下刚刚新的人物。1791年的3月，他死，应该是牺牲在圣婴公墓一场撒旦黑弥撒仪式中。刺客团赢3次，圣殿骑士团没有赢过。不过你不得不佩服圣殿骑士修正主义的运气。如果你不与我们同伙，你就是个堕落的恶魔崇拜者。历史是有赢家撰写的，但毕竟这样的情况下，赢家是绝对的混蛋。我们赢了3次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撰写历史。哦，宝箱满了。那就顺便回去吧，报告也要领东西。我觉得强力攻击要掌握还需要一点，他秒数很好发动。好像都只是解锁，也不会送我，所以我还是要存钱。我存多少了？欸，其实已经16万了耶。这个已经可以买了，可是外装没有别的更适合我的。好吧，就这一件好了。耶，我装备也升级了。对了，我已经不是暴徒了。为了证明，希望不要又变回暴徒。今天玩一玩又变回暴徒。哇！我又变回暴徒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明明我就会变成那个什么勇敢的，就是都只用冲刺的那一种，为什么我又变回暴徒了？太难过了。哎，这次不在下面。
这些不用报告哦，不用报告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解一些区域啊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个区域解完？就去解吧。我觉得整个地图的上半部好像都已经开的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整个地图的上半部，剩 J 区和 J 区。不然，我们在玩序列六之前，把上半部全部解决掉好了。你就从 J 区开始。不是有很好的逆风装备吗？还是那么轻易被发现？白羊座这感觉要花一段时间，这个先不解，先解这个。哎，现在还好啊，现在还有二十分钟，应该解得完。不知道，算了，这个下周解吧。那家伙乱动，再来就俯瞰。哇，我的刺客已经有四颗星了。罗浮宫可支撑很多地点，因为事实上自从菲利普·奥古斯特将这座宫殿作为要塞使用后，就有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罗浮宫。一个新政权都企图在这座宫殿里留下自己独特的标志，这个习惯从最早的贤君查理五世开始。前军是吧？我觉得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绰号。比起那个叫肥仔的家伙，或是另外一个叫库利的，另一个想以库利出名的家伙来说，前军听起来好多了。这两个绰号真是史上最烂的绰号。法国的君主们一直对利欧法进行装修及改善，这个名字在古萨克逊语中代表的是要塞营，而最后演变成罗浮宫。因此这座本为野蛮人的营帐或棚屋的建筑，如今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。法兰索瓦一世他有许多绰号，例如大鼻子的法兰索瓦、亨利二世以及之后的路易斯世都曾经对这座宫殿进行增建及改善。好吧，现在又来一个大鼻子，史上最烂的绰号再添一桩。嗨，他们都叫我大鼻子王。唉，我的心脏啊，要撑下去。尽管十分令人印象深刻，但这座宫殿从路易十三执政后就遭到冷落，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凡尔赛宫。在众所周知的苏丽廷阁中，
一座大钟俯瞰整座庭院。路易十六是最后一位将这里当作寝宫的君王。杀了信使不能被发现。啊！干嘛发现我呢？还好在那一队蓝色士兵注意到之前，冲突就结束了。Cheer, my friend. 一队红兵。杀了他们。先俯瞰再来解这个。这里俯瞰吗？哦，不是。哇，是哪里啊？这个就是罗浮宫吗？这么大吗？这里的星座有两个，那我们这样子解一圈星座跳过。哎，我明明就往前推，干嘛再同步一次？上面有个帽徽，先拿一下。哎，没有在上面。怎么可能？在地下，好吧。那这个宝箱呢？这个宝箱也在地下。看起来房子是不能下去。哦，看到地下大入口。
该是这样走吧。诶，这边就出来了。为什么要找我麻烦？为什么？还是要走另外一条路？诶？没有另外一条路吗？有吧？哎，还真的没有哎。然后原来要从别的入口进去。太奇怪了。这边的帽会该不会又在地下吧？好，在上面。哎。别乱跑。哦。气死啊！这里也是地下道吗？地方好烦啊，两个的门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样我不是又开不了了？讨厌！我明明就选了二级开锁了。
路又难走，锁又难开。开一个。哦。终于开了，会亏钱吗？这个，哎，1500哎，好多，这样也还好了。为什么只用50块？难道开成功不算吗？开成功不用花钥匙哦。Over here. 这里是怎样？我没有入口啊。他们在起一起，什么意思啊？又是一个两颗星的宝箱。好像要比较厉害一点了。这个那我觉得这里好像那个我上次一直死掉的地方。我昨天是不是就在这里暗杀一个人，一直暗杀不到。真的耶，他没有开失败的话，那个是可以继续用。有贼在逃。别跑！看到一个冒灰，
在哪儿？我感觉没有这么单纯可以吃得到了。啊，吃到了。这里还有收藏品，在楼上。我们要用鹰眼还不能收，没有窗户可以下去，麻烦呢这个。那怎么了？我来帮忙，我来。Hey, Honor. What are you? Caught shovel. Never found. Oh, I'm coming. Ah, 我终于用出强力攻击了。宝箱在上面，而且有一个门阻挡。一新的，啊，范围变大了。再来，今天是两分钟嘞，做这个一定做不完啊，不然今天就到这里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Hide in plain sight. Right.